久不用，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。既是花果山来的故人，教你一招也无妨。来，速速把手伸来。写好了，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，只消用这手一指，心里默念一声定，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，你也可喘息片刻。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，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，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。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，别怕，用刚学的法术与他玩玩。